最近总感觉肚子里面没得油煮煮，今天装了那个猪脑壳来吃一把手。今天中午是烤猪脑壳，不晓得小伙伴们见过没？没见过的先点赞，继续往下看，先把猪脑壳烧一把手。烧的差不多了，给它刮一把手，刮干净，洗干净，再把这个肉和骨头给它剔一把手，分开过后，放到锅后给它焯一把手水啊。姜来一把手，葱来一把手，料酒来一把手，煮的差不多了，捞起来，过下凉水。香料来一把手，干辣椒来一把手，花椒来一把手，生抽来一把手，老抽来一把手，白糖来一把手，最后盐来一把手。卤水烧开，下肉，马上烧大火，给它卤一把手。猪头肉卤了将近一个小时，还是不要卤得太趴了，趴了切都不好切的。捞一把手，骨头给它捞一把手，骨头这边我们再给它烤一把手，先给它打一把手花刀。改好花刀，还是放到围山啊这个转转高头来烤一把手。拌一拌手，没烤焦了，再给它来一拌手秘制红油，这颜色这味道根本把持不住啊！剩到的肉，我们给它切一拌手，哎，关键炒点青椒，锅里烧到的油，给它炒一拌手，青辣椒倒下去，炒两拌手就可以起锅了啊！太香了，起锅！菜炒好，骨头烤好，拌开看一拌手，在这一拌手，我只吃它一拌手。嗯，对呀。